又是血那么猛，这颗会断吗？顶路欸，血都超猛的，重注断一下。缓和关会不会断呢？拼一下这个，重注断一下。干你别不信你那么猛。拜托过一下。有机会，有机会哦！好险过。截图，截图。可惜没有那个啊。我如果六点的话就爽了。超六给他下两千，中了就爽，就舒服了。刚才那边亏了五千，没关系。这颗的话，回头吗？回头小丫丫，看会不会又险又拖下来几颗？哎呀，我的对子，89 ，Oh my god！ 干这都没有续押，不然我续押的话就爽了。一千对，然后本金又过，他又在摇牌了。这一桌我想换了，这一桌的几率有点扯。妈的嘞！超级金刚险的这颗，但是刚才都已经89了，这个叫什么呀？难道变装龙？好，我们倍增打装看看。六很久没出来哦。那么多局没有溜出来一下，那个那个怎样怎样？我网络那么不好吗？4G 哎，好险过啊 ！Oh my god， 不太敢玩了，怎么最近都网络怪怪的？明明就4G 加的，你还想怎样，兄弟？这把看一下。看我没有压会不会那个？他这种好像要等你快压好，他才会移牌。啊，有一些是先移好，然后你再压。人家说那个比较不好，可能会变牌。这种的话比较好。欸，难道真的要装弄？妈的，那个还有敢压？想说你会不会骗？作怪。这桌是不是不能讲话？没有看到讲话的东西。看一下这边，压压看，跟庄龙啊，不一定他这边有六颗庄。你哪嘛，本来要压对子没压。他这个输很干哦，你是补太大了啦，补三四五六七就好了，三四五六七八都可以耶，给我补九，来哈喽。目前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跟着他走，他开什么就压什么，这样对子出来了。他开什么我们就压什么。欸，有人讲话了。那为什么不能讲话？我被禁言了吗？七点好像可以睡叉烧。好了，不太想玩了，有获利我就要收了。不要看影片长度了，我要用剪辑的，小赢就收的合集。要来玩电子了。玩一下电子老虎机扶三花，妈的花最近一直咬我，五块的开的还可以，十块二十块他把他狂咬，被万美啊兄弟，这颗感觉是楼梯哦，装哦，啊呵，没有，险又拖下来，那跟我想的有点一样。
就是他开什么你就跟着压什么。那这个也是楼梯的 feel 呢，开两颗窗的话就很完美了呢。还是不要理他，不要管他楼梯，开什么就压什么。这一刻我想一下，小鹿也好漂亮哦。干，好像全部都叫你压险呢。哇，时间来不及了。重注险会过吗？五点危险，有机会，很猛了哦。干那那真的重注险会过啊？全部都爆险的，如果你看那个多漂亮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哦，规律断一下吗？然后又突然一个超险龙，这一桌的险好猛。我们压四头龙的看看好了，小鸭鸭没压力，小鸭鸭没压力，四颗四颗对齐断，怎么像听到何宽什么闲装？六 super 六，睡啦 super 六没压，装赢哎，他会中文呢。他们有教他中文，专营腔调很重啊。边看一下，保持每天努诺力啊，不要贪心啊。可田庄越南腔吗？打赏荷官又是装吗？还不一定，两边都在比烂。啊，你补攻你就你家爆掉，太猛了。杰克装赢，这个荷官蛮敬业的，笑容可掬。什么打赏荷官？这个好像不能打赏荷官。请下注，请下注，小鸭鸭打赏荷官。对呢，他那个好像有打赏荷官呢，可能他们那个国家的可以吧？装来哦，装来，靠腰，他六点你翻起来那么烂，哎呦，补一张弓是哈喽，神灵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打一颗庄看看。这个真的排路很美，楼梯的 feel， 楼梯 feel。请喝酒，请喝酒，就是要压险。妈的，请喝酒就是要压险呢。好，压险。我把要压庄，他说请喝酒。是不是骗我？他妈的骗我啦！我不玩这一桌了啦！没事，什么请喝酒？你妈猪肉嘞！逼我觉醒呢？单挑吗？单挑吗？打赏荷官？救命！再次险，再次险看看，没过就是。哎呀，这个又没过了，又没有单挑。你又补八，你是在哈喽？吐血，连倒三门庄赢，两房一厅吗？还是庄要猛起来了呢？感觉应该开颗险吧，这个几率。这颗看一下哈。哎呀，真的险啊！天哪！
我已经错过了两三颗了，错过了两三颗，两房厅。那我们就跟两房一厅，再压个这个看看。这边很阴。看一下能不能开一下超六，有机会。哎，对子中一千岁，攻他攻他攻他！五六七八九，五六七八九，五六七八九，哦，碎啦！对子跟超六一千啦，截图截图，太猛了，杰克！截图分享啊，好了，我要刷了，运气不错啊，兄弟。还是城墙来了，好运来了，打城墙来都挡不住，所以要继续蓄压。嗯，这里很阴，可看一下这颗小鹿，这颗小鹿我会怕，感觉会跳血，看一下。那个不能动哦，没有，最后一局 last， 还没发完牌 last， 你妈猪肉又对子哦，说这个都不能续压啦，可以续压的话，我有时候会丢搞，又给他最后几秒按下去，续压的话就爽了，对子又中，本金又过。好了好了，收工，有获利就要收啊，这边有获利就要收，大家不要贪心啊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大神，龙虎不太会玩，龙虎也不是不太会玩，就是很讨厌玩，因为玩这个遇到和局就输一半，和局已经很不爽了，你还他妈的给我输一半，是在哈喽？这个是叫我压龙的意思吗？小压压看看，压一包云丝卷的钱。小压压龙，龙起来，龙起来，果然是龙啊，赢了一包烟了啊。收工。啊，不能说赢了一包烟，要说赢了一百分啊！我们这个都是纯属娱乐而已啊，这个都打假的，消遣娱乐而已。学阿伯，一百一百压可以玩整天哦，从那个早上做到晚上，三餐直接在那个游艺场包起来。哦，这个牌路好美哦，要开虎了吧？对齐断呢？对齐断一下吗，兄弟？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我跟你讲，好了好了，差点没吓到，哎，我要压两百变一百，看你这个牌路那么美，跟跟看，哎，你妈的嘞，四点也输。没关系，没压力，倍增上去一定会赢。来啊来啊，我看你多会多会龙，来个长龙来看啊，龙拳、虎拳，呼呼呼呼呼，龙拳龙龙龙龙龙，看你多会龙，你这颗还不断，我就不信。翻起来断了吼。才规律嘛！好了好了，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，留着拍其他东西呀、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欢迎留言、经验分享，订阅一下。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咪牌有没有大咖。每次玩咪牌的都很多大咖，很奇怪。
都那一种一门人家一个月的薪水，有钱人好多。林北，干你娘，那个是啥小啊？百万哦，个十百千万，个十百千万，十万还百万呢、啊，好多领哦。林北吓到吃手手，嘿嘿哥，林北才在觉得那个二三哥很猛。压快三万五啊！你这边压那么大，他应该过了吧？干，好爽哦！一个重注马上过，他这一颗压显很猛哎、欸，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是不是双跳？你一门十万，不要以为我不会哦，林北会一门十万的。怎样？我不敢按下去而已啦，我就是不按打勾嘞，会不会不小心就按下去，然后就过？看一下我会不会后悔。如果刚才不小心按下去的话，感觉应该显不会大牌赢，这个几率啊，我觉得就算显会赢，应该也不会大牌赢。你娘那个嘿嘿又压十万，好猛！感觉他有机会赢呢，他不是7就是8。6点而已，危险。6点危险哦。有没有？好险，林北没有按。跟你说这一颗险不会大、啊、这个几率。感觉就是要跳庄。因为他庄的那个也是很猛啊，一个月的薪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嘿嘿哥。会不会继续再一枪十万？嘿嘿，还有一枪十万吗？拜拜，70换闲来打赏荷官怎么打赏？你看那么又压十万啊！他这种被他跟到拢的话，就可以上排行榜。我之前上排行榜赢了大概60，很多上排行榜都赢到100。干，他现在是明灯吗？跟他反压，可是有没有在咪啊？管住很重要啊！我觉得我也可以不用压，我就来这边讲干话就好。等一下压一个觉醒，然后他自杀。如果装配工会更干，装是有没有要咪啊？他好像没有要咪。好险啊，玛丽！他如果配工会干死，那应该要跟那个嘿嘿哥压。想说他是明灯没有？一颗看一下，这颗应该是险的，我觉得。这颗在跳庄就很扯，庄目前也是都没有很那个啊，来压压看。他要压十万，好猛！险我打三颗看看呐、反正现在还有赢啊，用赢的去拼啊。最后一局了，你哪嘛嘞？我要打三颗呢，那这一把会输了，因为他不给我打三颗，所以这把要开庄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，这颗应该是要开庄了，显超书面，看能不能起脚，起脚一下，兄弟。起脚，我干你哪嘛！你给我铺那么大，干装干死，直接不用再补了，太猛了，杰克！好想要有重注的勇气哦，没有觉醒我真的无法重注，觉醒我真的三万、五万、七万、八万、十万都很压。已经失去理智了，弄好气啊！这种心态很不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。
筹码控制好啊，不要随便乱压。当然你要仓压也是可以，自己不后悔就好了。好了，这影片长度应该够了。